Hello Hello， 欢迎你们来到九九三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你们的阶段主播小颖。喜欢小颖的呢，点击你们左上角黄色的爱心，右下角直播时通知勾一勾啊。我们麦序上的主播大家都可以点一点。我们最早最上角最左上角是我行我秀嗨翻天的预约，哥哥们可以点一点手指啊。来，我们今天跳第一个舞蹈好不好？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在公屏上扣一下2017好不好？啊，不应该扣2018，来结束今天的最后一天了啊。2018，哇，你们的手指好快啊。
喝点奶我。Do we fall in love? Harder than a bullet could hit us. How do we fall apart? 给我们点点爱心好不好？谢谢我们夜华哥的联系，我点点爱心啦，点爱心打卡了啊，哥哥们，谢谢关注也帮小雨点一点哈。来，我们跳下一个舞蹈。主播好辛苦的呢，我们跳第二个了啊。来个古风一点的。俯首抬袖弹琵琶，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，吹到了俺家，炊烟一点点升华，山顶落日的彩霞，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。小时候爷爷教我提笔练习中国画，柔声带刚横平竖直强调神韵的功法，等到琴声响了墨分五色，不同色调不同的用法，还要配上的钢琴来说话。晨钟吹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丝转马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白色一场梦，小曲这情意有谁懂，说将情到今平生，君王唱过入丹青。说水平丹青可以形容景色的灵动性，水平丹青可以比喻手法如行云流水，水平丹青可以雕刻岁月的不停留，水平丹青可以描绘人间。谁家女子在树下，俯首抬袖弹琵琶，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，吹到了俺家，炊烟一点点升华，山顶落日的彩霞，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。很小的时候爷爷教我提笔练习中国画，柔声带刚横平竖直强调神韵的功法，琴声响了墨分五色，不同色调不同的用法，还要配上钢琴而说话。晨钟吹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丝转马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丝白色一场梦，小曲这情意有谁懂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丝转瓦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丝白色一场梦，小曲这情意有谁懂，青丝白色一场梦，小曲这情意有谁。
我们打一下广告，我们最左上角是我心我秀汉饭店的预约，每天的中午12点，然后哥哥们可以点一下我们的我心我秀。啊，你别看很累哦，很累的。啊，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，我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。但是我们明天，新的一年里，明天还是和大家同一时间见面的啊。我们没有点关注的哈，哥哥们，我们点点关注啊。我们来跳最后一个舞蹈，让我歇一会儿。毛豆腐，这是谁呀？啊，一来就是毛豆腐。感谢云爱，感谢老唐，谢谢。我们来跳最后一个舞蹈了啊！最后来一个六神，好不好？我不喜欢快节奏的，真的。我看他们就是你们都喜欢快节奏的，我就要给你们慢一点的节奏。嗯。因为我喜欢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点点关注吧，小艺人下啦，拜拜。